开箱无刷越野车，打开一下，充电器、配件、说明书一份，2.4T 的遥控器一个，拿出整车，车头、侧面、车尾，还有性感大尾翼，这是液压金属减震，金属底盘、金属齿轮。我们来把这车盒打开看一下内部。打开车壳，锂电池、无刷电机、电条、舵机，我们充上电试一下。打开遥控器，灯会闪，然后这个开关打开，风扇开始转起散热，转向，全比例转向，准多少有多少。把车壳装上，这小车啊，据说时速75公里，没加油啊。全比例的油门，给多少有多少。低速，高速，刹车，我们试一下速度快不快。速度确实很快。这个车最高时速75公里，小朋友也能玩，小朋友玩可以把这个第二个钮往左拧，限速，这样给全油也不快了，就更安全。全油现在，来玩，发车。喜欢的朋友，双击屏幕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好玩的遥控模型。